这里转。嗯，对。你要转，你要早一点说嘛。你要早一点说，不要就要到了才讲。坐车的人要早一点讲，不然我们开车比较辛苦。靠左，靠右。9块3毛半，你给我2块钱。咋了？这态度怎么这么差呢？你早上没吃饭呢？你说你的态度，我就晚告诉了你一点，你是专外啊？你说你的态度。谁欺负你啊？你自己叫出来。